嘿。大家好，我们是 Super Studio。哎。こんにちは。僕はトミーです。お久しぶりですね。こんにちは。僕はキュンです。여러분들안녕하세요최시원입니다반갑습니다大家好，我是中国成员，我是韩哥。大家好，안녕하세요刘입니다。大家好，我是 Super Junior 的新的中国成员，我叫周密。大家好，你好，我是 Super Junior 的新成员，我是 Henry。이따가기만이따가기만이거는아주어로츸라탕 It's a sweet and sour soup. Sweet and sour soup. Sweet. Sweet. And sour. Sour. 그중국음식이여러가지있는데요그지방가서도다른맛이좀많아이건어디지방거예요상해상해지방무엇을먼저먹어야지금너무배고파너무많아서상하이크랩大闸蟹大闸蟹大闸蟹이제한규형우리한규형이이걸어떻게먹는지알려줄거예요이거저번에먹었던알아이거좀마을라새로운생각도很多黄瓜，很多哇！吃蟹最重要的就是吃蟹黄。对啊，其实之前就是大家会拿那个工具把它做好啊，然后我就觉得好麻烦，因为搞得手好疼。哦，买蟹黄啊！看蟹黄，你这么想？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最好吃的部分，蟹黄还没。这我怎么没有蟹黄？哦。什么？就这个黄色就是？那么一点点。哇哦！哎，我呢？我呢？我呢？哇哦！哇哦！哇哦！耶！哇哦！那在中国呢，好吃东西特别的多。那当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呢，我们要说一句话，就是太好吃啦！好吃的说出感觉。太好吃了！所以你们要来到中国吃大闸蟹的时候。一定要来到上海来吃阳澄湖大闸蟹。干杯！美味しいです。哦，美味しいですね。저도일본말도엄청잘해요그러니까뭐쇼핑할때이거한마디면됩니다뭐시차구できますか얼마예요이거입어봐도돼요아우와처음봐这叫那个豆花，豆花，豆花什么呀？新豆腐，鲜豆腐，对对对，鲜豆腐。